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。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到四十四节，使徒回来耶稣遐，将因所做所教示的拢甲伊报告。耶稣甲因讲：安尼，恁嘛着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小可休困一下。因为出出入入的人真多，因连食饭的时间都无，因就坐船，敢当因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。真多人看到因离开，认出是因，就对大家声气顺流落走进前，比因大声到迄所在。耶稣上岸，看到一大群人就可怜因，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。伊就教示因真侪行事，时间已经真晚。门徒，我来甲伊讲，这个所在真偏僻，时间嘛真晚啦，请甲因改善，互因去附近的乡村庄下家己买物件食。耶稣应讲，恁互因食。门徒应讲，阮着去买两摆阮爱饼互因食。耶稣讲：“恁有偌济饼？去看卖咧。”因看了就讲：“有五个，毛两尾鱼。”耶稣吩咐门徒甲众人分组，互因坐伫青翠的草埔。众人就一组一组坐落去，有的一百个，有的五十个。后来耶稣摕迄五个饼甲两尾鱼。五天感谢，八开，提给门徒去分给众人。伊阁将迄两尾鱼分给众人，大家拢食，食够饱。门徒捡食剩的饼油啊，甲鱼丝啊，满十二拿。食饼的，敢那大波人就有五千。马克一直到第六章三十节，才称呼这十二个做使徒。表示讲，哦，要做师徒是一项真无简单的代志。伊来经过什么？来经过第十六、十九、二十节的呼召，哈、哦，哈、哦，啊，再来第三章十三、十九、十九节的拣选受训，再来来经过第六章第六、十九、十三节的查勤，哈、哦，实习，最后咧，都爱阁通过第六章十四、十九、二十节真严格的考验。才有资格做一个合格的师徒，做师徒当然就要常常接受在职训练。第三十一节，主耶稣邀请着因坐船要去到伫旷野的所在来休困。众人呢，用行路的比耶稣较早到伫因要去的所在，因需要听主耶稣讲起伫天国的道理。因需要来得到医病赶鬼，主耶稣就怜悯的因啊，讲道理，讲讲讲，哇，已经讲到哈、哦、天已经晚哈，门、哦、徒就甲耶稣讲，耶稣啊，你得叫众人啊来散开，家己来买因要食的物件。主耶稣就对门徒讲，恁互因食。主耶稣伫遮邀请门徒。都爱学习的伊有一种大困难的作为，列位亲爱兄弟，面对着五千个人，那个家家的囡仔、附近人，可能有超过一万人。主耶稣是不是咧开玩笑？门徒还唔敢相信家己耳孔所听到的，感觉讲，耶稣所讲的话，咱无可能做会到，所以门徒才会讲。啊，就是我去用二十两的银啊买块饼来给因吃，吼、哦，也是无够的。这二十两就是门徒的极限啦。主耶稣佫问讲，恁有偌济饼？门徒就问众人来得到五块饼、两尾鱼，交伫主耶稣的手。耶稣摕饼仰天来祝谢，掰开鱼甲饼，吼、哦，就掰予门徒，分予众人。正人食甲饱，阁有剩只个幼幼啊，该捡捡个有十二个吼拿，来维持来兄弟，只个有限的物件交伫上帝的手头，就成做一个无限的物件。
咱人吼，干那看家己的界限吼，咱是不是也会当将咱家己交伫主的手头？当咱交乎主的手头的时，主的交乎咱的任务，咱一定会当靠着主来完成。